哦，好，等我啊。等你，我先吃个汉堡压压惊。哎，我们农作物是不是也要收啦？好啊，嫩芽、嫩芽、嫩芽，都还是嫩芽。我们礼拜几开始呢？礼拜四嘛。阿旺，你什么时候回去的？拜五。礼五，拜哎，我礼拜六早上回去的，所以应该是是礼拜拜五晚上我们还有玩吧？嗯，就没摸了。这样觉得生疏吗？我想玩 POE，没有啊搞错了，我帮你讲的，你这四天都玩不到 POE。不过我这2天已经玩饱了。哦。今天几乎是玩了一整天的 POE。好在这爽边等你们。好，今天看到影片好爽啊！这样，电球加图腾，电球图腾，对，地然球不后，是很慢吗？那就是有蜘蛛 skin 的那个电球，对啊，对啊，电球串那个啊，快速投射物啊，然后就看到整个房间都是，超恶心，对，超多，来个来玩这个，炸显卡，对。可是你如果打那种地图比较宽的。区域比较大的，你就会有点困扰。它会乱飘吗？对，它会乱飘。我是有点想玩那个燃烧流，就是弓箭燃烧。哦，燃烧箭，燃烧箭上一季很好，就是上一季还算主流。所以这季的话，应该是可以玩，因为这季玩的应该就没那么多了。那这一季的主流是什么啊？这一季的主流魔像。我目前有听说是流向，因为魔像就是又弹伤害又高，哦，像，嗯，那不是也算是召唤之一吗？对对啊，啊，啊，就是穿那个靴染护身长袍，它的血量大概是，就是护盾啊，能盾大概是6500到7000多啊，因为有招巨石魔像，所以它的能盾的秒回大概是1300到1500。哦，那很坦的感觉。对啊，我还把伤那个，害又高。我后悔把珠子卖掉了。没关系，现在买回来就好了。好吧，谢谢回阿来旺。了。我现在是没有钱了，你不是有崇高石？乱玩角色，但从另一只弄一只追猎就烂得要死，No。没办法，钱都砸水坑。好了，出发吧。好，可以出发了。啊，我回来了。就蓝图还是不知道怎么用，没关系。太河我要西，右边这个了，我要左边这个了。右边每次都被烫死，嘿，是核心你要吗？带核心过去放吗？哦，对，一直忘记对，核心带一下吧。基地哎核呦心，喂啊！我怎么做2个基地核心哦？好，Excuse 救命！对不对？我就跟你讲，在隔壁一定会被烫死，你要小心。不是我按下来之后，我会卡到那个。对啊。就卡还在里是面，我，然后被核心烫啊！这样我要怎么改这个位置啊？它这个位置往其实上一还好，格嘛。你也下来之后，我就可以坐到你的那个船舰里面，然后就还可以是我把以后把它改成看侧面啊。反正现在可以改成那个啦，往视角可以自由调了。对啊，改成看侧面应该会好一点。之后我再改。好，怎么再不来我冷死来了来了来了。核心在做，等一下核心还在做。哎、欸，对，我想多做几个巴拉。核心做好一颗了，核心做好一颗了。等一下，等一下，好，我去厕所。还缺一颗。你们在可爱吗？还去看吗？忘记关麦。哎，不对，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这个吧？核心，做基地启动器，我是做错了，做这个。所以我到底是要做核心还是做基地启动器啊？不知，你就多做一个吧。好，我都做，我都做。这里有一个。刚做的，刚做了一个，
你开着。哦，好。哦，等一下啊、哦，在做炸药。要、啊。你要炸药吗？我身上很多呢。炸药。对啊。当当当当。我心。剩下难吃的饼干了。现在家里饼干超级多，买到自己就有点怕了。我才萌啊，我们才椅子萌，越开越萌，阿基开阿基萌萌萌萌，热炒好好吃，热炒，太跳痛了吧。好了，我准备好了，出发了。啊，走。来，帮我捡尸。现在还需要捡尸吗？没有，我已经冷死在里面了。那你身上的东西有掉下来吗？没有啦，我只是那个是形容词的。哦，好吧。反正在飞机上了吗？对。我的燃料快没了。啊，要需要帮你带燃料过去吗？还有245分钟。很久，等一下，鱼面也非常剩35分钟啊！哦，我把那个护盾关掉，就他补护盾啦、啊，所以他会比较消耗啦。哦，没事的，没事的，护盾补好的话就不会。还有两，还有两，吓死！对，他补充护盾蛮消耗能量的。嗯，往这边过去。记得地洞在哪个位置？我记得。要飞错地方，然后被那个炮台偷射，我直接被打下来。我应该可以耐个三发左右吧。他那炮台超痛。相貌奇殊，我们才萌啊！他最萌。就先卡卡。卡卡的，不知道，这是我的电脑。嗯，有在驾驶枪吃饼干没感觉？你是不是电脑在哀嚎？哎呀，我要 POE， 我要 POE。那也是我本人吧，不是电脑。你知道我们玩的是忍耐游戏，忍玩的游戏要忍耐，不能玩 POE， 只能玩这游戏。大家都中 POE 的毒了，是不是？我可以飞出去啦！这是我在人家的基地正下方，往上瞄准。还是预 stand by 好了。stand by， 到了，到了。送子弹过来。啊，好，出来。等一下，子弹过来，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从下面贯穿。我断腿了，为什么？你怎么断腿了？我不知道，我穿越飞船出来不是断腿了？你是不是被什么夹到啊？我不知道。他的飞船把人家抬很高。什么？是人家的基地？雪花？花雪风飘，麋鹿在洗澡。嘿，哎，啊、下去下去。为什么？你的心跳声好大。就看到你 doki doki 了，哎呦喂呀，妈、哎、呀，不要，不行不行，你这样这个文章就出来了啦，哎呦呀，他们最喜欢听到这种话了，不是吗？哇，你是这样子停的哦，不是，你看到上面那个洞，已经瞄准好了，来来来来，子弹给你，子弹给你，等一下，4000发，1000再加1500发。滚下去！你的阿妹引擎烧了，没事，这里才四度而已，没事。好了，坐上去，子弹管理补充满5500发，好了，开炮！子弹缩回去，状态极限激活、哦，抱歉，激活没激活。然后他在打墙，你的自动步枪在打墙壁啊！管那个不管了，贯穿了，贯穿了。这我们要怎么上去啊？有办法上去吗？太重的没办法、啊。那个
穿护甲没办法，可以站在这个飞机上面，这个再上去吧。不是，我想说你要不要就直接拿那个，上面是那个啦，电梯啦，可以填土。啊！好烫，好烫，好烫，这里好烫。小心不够，不够，跳跃力不够，跳不啊！你跳上去吗？不行，帮人是不是，可以吗？不行，不行，不行！跳跃力不够，重型护甲没办法啦。不行，进不到他电梯的那个。那我再开射开吗？行。啊，不然你把旁边一个白色的打掉就好了，就可以站到那个上。哦，好。离开我炮台啊！走了，我走了。是。啊，我忘了带餐。爆了！哦，开了。啊，就还是要走你的飞船，就对了。对。这里面是升怪了吗？这样子可以。可以吧？这样可以吗？哎呀，叫你们跳得上去吗？有难度啦！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吐好了啦！你的密那个密码是多少啊？3217吗？没有四个吗？3271吧。所以云要走上面了、啊。我直接用我用炸弹，你们上面也试看看啦、啊。3271，我、哦、开了。有点难度。不用炸的，然后你们下面继续尝试啊！我没有带那个填土的枪。哎，我下来一点点这样子。我是不是听到爆炸声？那个第二弹，那是陨月的，那陨月的不用理他。啊！我踩上去，可是离我们好像有点近哎。没事啦，哎，还是陨月那边下来就是刚好这里，有可能，因为我刚看到陨月那边是有电梯的。对，我这旁边就是电梯啦。那搞不好就是。对，刚好同一个位置，感觉上。对。飞机是爆炸快。哎，我进来了。哎呦！哦，炸开了，炸开！我这边炸开了。位上来了，位上来了。好了，我们进来了，我们进来了。等下引热会不会直接掉下来？哦，你们在？哎，你们把电梯全部都炸坏了？没有炸坏啊，没有啊。哇！已经掉下去了啊！你要从哪了？不是我们的错，我有填土了。结果还是要闯进去。你也很会射，刚好射到电梯耶。这里是这边吧？应该这里吧？门这里吧？这边有门。哇！哈哈哈直接死！头上！哦，大开这边大脚！这里有人吗？没有。哎、欸，真的是同一个电梯。哎、欸，来了！我开关了，我开一下哦、喔。好。但他需要密码。好吧。密码。上次那个吗？欸、这里，1156。1156。错误密码。嗯，我这里不是搞。Commander, you have changed your security password. New code 156。对啊。这个啦，156是这边的门，这边的门。那这个是什么？2293。2293。这边还有一个是多少？2293。2293。2293。哦。开了。白痴哦、喔，对，原来是这个门哦、喔。哦，后面有机器人，后面有机器人。哦，很硬哎、欸，很硬哎、欸。哎、欸，要死了！为什么持续无效、欸？哎，为什么看不到机器人？都死了，好不好？我看不到机器人。没吓爆了。哎呦，哎、欸、哎，够急嘞！你们怎么过去的？哈？这边有个门啊，这边有个门、啊，有个那个立场门啊。平常，我看、啊、我看你们直接走过去、欸，还是你那个再输入一次看看。哎呦，那边输多少？2293是不是？2293，哦，等一下，2293是里面的这个啦，
我再开一次这个门，它会变成一个重新关起来的一个门，它会重新跑到关起来的动画。哦，你是说有铁卷门哦？对。哦。然后它刚好这动画跑完以后，门就是关起来，我就过不去。啊？啊？我按按看，我按按看。2293嘛。嗯。我没有什么动画、欸。你有吗？你有了吗？没有，没有动，我都是开着的、啊。我都是关着的。没有了吗？哦，关起来了，关起来了。我现在是开着的、欸，我现在是关的。啊，音乐嘞？我是关的。关。第九。现在还是关的。好，这跑一次关的动画。关了。然后他还是关起来了。我这边也关起来了。你们每个都在打，你们每个都在打。看看。我现在在里面，那你不要出来了，感觉这边就出不来了。开了。哎、欸，对我关起来了。因为你在炸掉，那会不会这个门就不能用了？跟上次那个按钮一样。欸、你炸一下，它开了。能来就好，能来就好，来就好。哇！死了一个，白痴。哎呦呀！他爆了！上面！机枪也太白痴了、啊！开门，门不开啊！等下上面那个是不是有点大台啊？武器！哎、欸，为什么？我站在外面，我也可以死掉，是怎么回事？欸、有狙击手后面是不是？好、哦，爆了！炸掉了！我是第一个牺牲者。被后面偷袭了，哎，水枪会回来，但是我在外面。这里有按钮，按下去了。所以按钮要全开的意思吗？两个。然后嘞？这两个按钮嘞？这里没有按钮了。别找，哎、欸，可惜。如果是对称，会不会两边应该都有按钮？哇，不会是因为炸的时候就把按钮炸掉了吧？总不会是要这个按钮按下去，它那个中间自己自动炸开吗？不知道，我觉得炸弹是不是要先尽量不要用？不管了，我要硬炸了。啊，好吧。嗯，哦，破门了。这个游戏设计真是有够烂。哎、欸，东西掉下来了，核心拆掉了。耶、yeah ！哦，碎哦，我是不是不会被炮塔打了？碎哦。对，我们现在可以拆东西了。拆东西了。你要把核心直接装上去吗？他应该可以跟隔壁、欸。等一下，哎呦，等一下哦，我试看看了、哦。等一下哦，拆掉了呢。你放心，等一下可以装回去哦，我看看了、哦。它已经是那个来的，一般的零件了。哦。那我要装吗？看，就启动之后还是就等于是再激活一次，再打一次这样。那我要从正门杀进去。我家核心是没有电的意思吧？哦，哇！啥鬼？这啥什么鬼？什么东西？你们到我们刚那个出入口，上来那边。对，上不去。跳上去。然后再挖掉一个吧。我靠！什么啦？对，就是说那只吗？什么东西？我从这门口跑进来，吓死我！哎呦，洞穴虫。哦，核心在这里啊。核心我们那是我们自己的了。哎呦呀！不行，快指数又增加了。上面一个，哎、上面一个。有没有补血东西啊？有绷带。啊！哎呦呀呀呀呀呀！哦，上来了，是。所以现在这是我们的基地了吧？不行哎、欸。是啊，是我们基地啊，可以拆啦。哎、欸，可是会不会这边写派系不同、啊？还是你核心、啊、没有？你核心是不是要设定那个？我核心没有打开，我没有打开。这里的话，我应该是可以直接从这里打开吧？派系这个 OK， 好，下去。哎、欸，等一下，不谢谢。哦，可以了，可以了。哦，感谢。
哦，医疗站，嗯，刚偷到的。我这边有一个、欸，有受伤还是什么的吗？就别的，就骨折什么吗？对对对对对对。哎、欸，那我们医疗站就是先放底下，把上面清一清吧。真的不香？等一下，那是我的人吗？好像不是、欸，是敌人啊，看红字没？想说他会不会，因为他不攻击我们啊，会不会是变我们人啊？哦哟，已经炸掉了，已经上太爆了，刚刚送你一个火箭头。我想说他红字，我就直接开射了。啊，这边原则上没东西拿了啦，被我拿光了。那这已经是变我们基地了、欸哦。其实还有哎、欸，隔壁还有。你说有什么？零件啊，哦、东西啊。这已经变我们基地了、欸。那这样上面的炮塔，现在是因为没电，所以它不会开炮吗？对，不要放太阳能板了。哦，这样，敌对面的基地，对面基地打炮，对面基地开炮了，好凶！现在要去攻另外一边基地了吗？觉得可以，可以。哎、欸，好像真的是中立耶、欸，那个从右边进来，哎、欸，阿旺，阿旺来进来，哎、欸、，Hello。闭啦！并没有，没有中立，他在射我。我也被射了，我也被射了，我也被射了。我只好再挖过去了吗？哦，还好这里有这里有医疗站在射你。对面的基地。哦，我没有带采矿枪啊，我没办法挖。我有，我有，我有，我可以挖。哎、欸、小我还哎呦哎、欸、你哪里家捡剩余的东西应该哎呦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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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要去直接在他们家放我们的核心了。他自己的飞船在底下吗？啊？你的飞船在底下吗？对对对对对。好，我记得我上次走之前好像把一些东西放在你那边。哦哦哦哦哦！天桥天桥天桥，挖出一个洞了，吓死我了。啊，这里，再挖一点。哎呀，有被射，这被射了，哎呀。我还没到嘛，应该是哦哦哦哦，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哦，填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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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这里往下挖，走走走，好哦，原来如此，怎么了？没有，有人说我们那刚刚你那只射掉那只机器人是很早之前就卡在那里了，都没动，对啊，对啊，对啊。居然为什么？我看到有人已经在对面基地上面了。我谁死到复活在那边的啦？哦，我说怎么这么快？我到他们基地底下了吧？这个哦，对对对。哎、欸，我在基地底下放核心可以吗？他核心没有先拆掉，这样不行吧？应该是不行。不知道哎、欸，因为上一次不是说要直接放吗？嗨。这里这里，哈基下面，那基本上还是要把核心拆掉才装我们自己核心啊，不然两个核心怎么想都不太可能可以啊。我操，这样，我高，我高，哦哦，吓我一跳。这里有他们的路口吗？狗哦、吉娃娃，吉娃。他们的路口在哪里啊？有一个入口，可是它是你要炸的吗？我先绕一圈，哪里？左手边这边没有哎、欸，刚好在我们另外面哦，有按钮吗？啊，对耶，哦，过来左手边，我来了，啊，阿旺嘞？嗯，我刚刚去拿采矿枪，我在后面，你可以先走，没关系。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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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是是是，他们这里有装备箱，啊，我东西放一放。哎、啊，不对，我要先，对，哦，你们走那边了、哦，我走另外一边。
东西给你们收好了，我先回去放东西。好，他里面养狗、哦。哇！哎，我刚刚没反应过来。你没有泡茶吗？看一下。没有啊。泡茶了，头在后面，门上面。白痴哦！他自己后面刚跟了一只狗下来。不是啊。对。这里有没有医疗站啊？要不要回去补啊？我放在那个地道路口。地道路口吗？哎、欸，你们有点远呢、欸，走一下，为了补习。我们已经进基地啦、啊哦。你们从哪边进去的、啊？左手边，挖一个洞、啊，出洞口左手边。哦，这里。啊、哦，嗨嗨嗨嗨，回去补个血。哦，这有点远啊。对。啊，繁星是进去了，是不是？在里面啊。嗯嗨，繁星。哎、欸，你好。我是晚安，晚安。来偷东西。来偷东西。来偷东西。我说我来偷东西。来偷东西。偷东西。好啊，嗯、啊，好。我听到了。来偷东西。来偷东西。哦，来偷东西啊！哎呦，阿旺这不行。哎呦，是不是有想要开车的意思啊？才没有嘞，是你们吧？没有啊，我们没有开啊，是你讲的嘞。对啊，哎哎哎哎哎，我怎么听到哈基好像在洞口上面？是核心哦，这么近哦。哈，找到了，这么快、啊？在右边，一开始你先进来那个地方。等一下，我回去补血，我现在我走回基地的路上。你们拆掉了？怎么样？要拆吗？等一下，拆完直接装那个，装我们自己的。对，等一下哦。我在想办法用飞船出来。什么各种枪声？嗯，它这里变成基地的话，我们要把东西都搬过来吗？那你帮我把那个，对，这边。不用吧，这里这么北边那么冷。哦，好。没了，打了不要。哪边？头上。头上。对啊，我在被打。哦，你们在哪里？哦，头上哦，会有机体。就是你进来右转，你一开始走的路。哦。哦。那个也太难。这里。我打不掉、啊。然后左上右上都有各那个机器人，拆了，好了，就中间这个打掉吧。等要等他进来来吗？好啊，你们直接那个就好了。好，叫伺服器无效，不会逼我，不要逼我啊！炸吧，这边没有按钮，炸吧。好啊，跑啊！欸，拆了，直接拆掉了。可是里面没有，不能放了欸，好硬。哦，你可以从上面放啊。啊、哦！欸，开射了欸，它上面开射了、欸，上面开射了、欸。那在射什么？哦，上面等于是我们的那个了。哦，变成我们基地了，变成我们基地了。碎啦！他是要再帮忙清周围的那些小怪吧？好爽哦！哦。我把那边挖开，可以过去了。路，他周围基地周围有一些外星人，都全部被射死了，可以去捡尸了。哦，好爽啊！捡尸喽！哦，这边很小哎、欸。楼上。要泡面的味道了。还有楼上。好。哇，这么远，这外星人好可怜哦。开始体会到他们开始体会到我们之前的感觉了。我该。我该。那如果我记得他们怪不是一直升吗？嗯。升的话可不可以就是这一直刷他的声望？不是要我们打死才有不是吗？哦，他打后来打死不了没有？我现在都没有加。我现在没有。嗯、没有没加。耶、yeah。样子好多。耐冲哎。变容中，哦，突然被咬了，开放性骨折。对啊，这很像麦块。哇，超像麦块的，要打速。Yeah。 是麦块啊。
哪里啊？欸，是这个吗？啊，这个。啊，好了好了。那个基地有医疗站吗？没有，你看吧，挖过来，不是过去啊，也没有东西，拿完了。因为我现在开放性骨折跟外伤，绷带可以，我有绷带。哦，我在刚刚的基地外面，你在哪？我都在基地外面，在门口附近。好，我在这边，这边，这边。哦，好，来，在他这边旁边。哎，欸，跑起来，跑起来，你可以的，跑不动，跑不动，骨折只是借口。好，好了，没事了，快跑起来，我的屁股准对准你。你这到底是开头前面这是什么东西啊？啊，那个防护罩啊，欸，很好用哎，欸，超级好用哎，欸，真好笑哎，欸。超好用欸，你知道那个大炮雷射光过来，我就这个都只打我这个而已，不会打到我的炮台。哇，超好用欸，盖印章一样欸，盖印章哦。对啊，盖下去难吃，歪的啦。欸，你清掉了耶。欸，有一台无人机在往这边靠近了，他准备要被那个炮塔射爆了。哎呦。你看，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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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 fuck？ 欸，这样子可以去修我下面的东西，我帮你搬过来。维修，没有东西坏掉啊。所以无人机在哪里啊？来有吗？他有要来吗？这个位置啊？欸，他不见了，他消失了。还在啊？欸，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他们的区域范围了，欸。对啊。哦，我们要去攻打另外一边了吗？我好像可以啊。哎呦，另外一边感觉是在海岛中间哦。欸，那两个无人机有点烦欸，要来不来的，好粤语。不会啦，我飞机那么容易，没那么鬼的。爆射了！爆射了！开射！开射！哦，他自己往前，无人机在前面，他自己再往前。好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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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哦！好可怜啊，那些无人机。哦，人家是神怪欸，他是神欸。哦，那边神怪塔是不是？然后还会跳舞。快点，他又升好几只哦，又不见了。还有一台，两台，有两台，有两台。他自己射他，他自己射他。我的妹，欸，死了。他怎么死了？你的妹啊，他死了。又打开。欸，还有欸，还有很多台，那个方向还有很多。他们不知道他们家已经爆了，还有三台。搞不好是爆了，他们才要回房啊。对吧，啊？怎么有敌人进攻，我没玩到。300公尺，是不是我的分身？分身，粉丝。每次就跟我一样啊，每次到了，欸，怎么都结束了？我去开我的飞船，好，都往那边来接我。好，敌船正在靠近。什么？我跳那个说的敌人的船正在靠近。靠近哪里？我们家吗？我不知道，而且是他正在靠近。是我们哪一个家？确定。这野外的这个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应该我们原本那个家可能比较有问题。哈哈哈，我好强啊，哦！要强！哦，飞船停太远了，走好远了。机械手臂可以自动去收人家旁边掉落的东西，也太方便了吧！嘿嘿嘿。这里的矿都可以挖了，对耶！嗨，繁星，哎，你在哪？在你后面哦。还这几台无人机就是那个敌人啊？哎呦，有可能。完了，睡觉了，玩。对，这里的机枪弹药，拿。
啊，这里搜寻下去根本没什么矿、欸。这个星球矿我们拿的差不多了吧？好像是。嗯。我还想到这个没有座位啊。你给我下来。不要。就是打下一个。哎、欸，那只留一个堡垒、欸，还有一个哦。啊？我们三个堡垒两个都攻略完吗？那攻略完了、啊。你看看运兵船，运兵船。这边有这边，他寄回来。好，我来了。这是谁？我们两个超赤裸裸的在平原上哎、欸。在哪里？我们头上。我看到了，这台吗？他下来，他下去。哎、欸，给他放人啊！给他放人下来。好。他怎么下来又上去了？他干嘛了？干嘛？我关掉了，快点关掉了。正面上阿旺啊，有没有走？下来！放人！他放了吗？还没，屁股还没开。我、哦、开了，四个，开了。火箭哦！还想走啊？哎、欸，十等呢、欸？他爆了！到了，上去有点满。哎，哦，啊，货船来了，哦吼，东西好烂哦。没有，我捡完了，我那个货在哪里？在还是下面？你往前。啊，可以上货了，耶、yeah.。耶、yeah. 啊！走，我、哦、是不是开错边了？那一边是能源仓。先放一些零件啊。嗯。对，那如果我们要是再占领下一个核心的话，我们要先回去做。对。好了，那我们先回家一趟。OK。他进了，那我先回去拆这个两个基地。好，那我们就先回去再做一个核心。好，把基地拆一拆。他每个星球都会有那个反派，红色的，把他们攻。我们先把它全部打完吧。他们拿到蛮多东西。对啊。对，新的那个基地里面有工作台吗？哎、欸，你说大型工作台那个东西哦？对啊，啊不，就算有，我们也没材料可以做哦。对啊，那回去好了。哎，突然想到，就算有，好像也没东西可以做。我们就铺那个砖头过来，从那边铺到我们家这边你要接5公里耶？啊，超远。那金字塔不是也是这样盖的吗？印尼罗河。今天好快，耶！拆东西喽，快！嗯，什么地方啊？好丑，没有啦。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盖那种炮台，应该也是可以。嗯，只是他不知道要不要子弹就是了。要，他要子弹啊。哦，他也要他的子弹就对了。嗯。哎、欸，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拆原本的材料回下来了耶。对啊，而且变成我们基地拆掉的材料应该更多。保留吗？嗯。脉冲激光电池啊，这个就是他刚刚那个炮台的子弹。炮台电池。哎呀，我也捡到好多。我核心多带几个好了啦，感觉核心蛮好用的。你放在车上啊？啊，对，啊，带个四个，是不是去打一些肉好了？啊，对，我要把我的炮台换一下。那个这个子弹太贵了，拆掉。好吧，我要放肉。嗯，你那边肉有很多吗？放了一些金，装饰，不够我就去打一些。
拿起来。二抗药，护甲已经爆了，没差了。这游戏单吃的会拉肚子，难吃。啊，验血。枪炮，对了，他有没有比较好的机枪炮塔？飞船的武器、钻矿机、火箭发射器、小型的火箭弹。哦，这里的氧气，小型氧气罐也太多了吧？他们是多需要氧气啊？很缺氧，气管不好。哎，机车要怎么做是？随便啊，那个小型的随身的就可以了。随身，在外面是？嗯。我家，你我家。好多。装饰品。哎，不是啊，这是随身的哎。这是水呢。里面的工作台可以做吧？这我刚找不到、欸，我白痴，我倒数第二个啦，右边出来第二个，被我看到了。什么？有啊？哎、欸，阿汪，阿汪，这里，这里，过来。嗯嗯嗯。那两台都在做东西，这个。哎、欸，你开起来，然后他说忘记要长什么样子，摩托车的样子啊。你就直接点摩托车就好啦，他就直接帮你做好一个啦。对啊。哦，没有，我刚刚开要过滤了，我想说我找半天找不到。哦，对耶，这个大炮台可以拆回去装基地耶。他拆得下来吗？哦，等下上去拆看看，拆看看，怕变零件。对，不然变零件也没关系啊。那一定是更高级的东西啊。我说这也是。对啊。说的也是啦。对。啊！机车做完做到哪里去了？天哪、啊！通常在最右边的箱子啦。你看他输出在哪里啊？我看一下。输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对，右边第二个。有，感谢。喂，崇高石。没有崇高石啊。这么好啊！崇高石。这里。整栋拆光光，没错，我只是想把它拆光光。你子弹够吗？你说，我有带。啊，滑具，用泡面了，到味道了。泡面？呀，怎么可以吃泡面？啊，你们不是等下要去吃？烧烤？热炒？热炒？热炒，我们吃了两天。对啊，超好笑哎、欸。我再淋一下，我去。不错，要泡面好吃，我还没吃到。吃，好，先把我飞船上的一些物资先搬下来，好啊。我飞船上面有两台摩托车啊，你还坐？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的飞船，奇怪。物资都是你们塞的、欸，哎、欸，我没有塞摩托车进去啊。哎，我没有，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工人。搬家工人。我们只是把进去把人全部杀了之后再把他们搬走而已。哪一国的搬家工人呢、啊？这个搬家工人这么凶啊、哦！搬这些材料没什么用啦，可是就是可以回家装饰自己家。拿搬家工人来比喻的话，我们就是杀进去，然后把屋主全宰了之后，把地契的名字直接换过来而已、啊。直接把地契签自己的名字上去。差不多，都是家具。你们是强盗，什么搬家工人？讲这么好听。刚一度角色不能动，为什么？因为我的左手麻了。啊？好。我的左手麻了。左手怎么了？还好吗？就蹲着玩啊，然后手去压到，套在那个膝盖上，是吧？蹲在。看完了、啊。哦，你没发现我在你们那边的时候都是蹲着吗？没注意哦。
没有特别注意耶。其实我吃饭啊玩游戏都习惯蹲。好像不会很累啊。不会啊。嗯，很爽，要不要体验？不要，我没有这么 M。这也不是 M 啊，要修行。修行，修行要手毛都麻掉了，在那边。他这立场产生器是能干嘛？立场可以站在墙壁上。立场不是都像屏障吗？对，有点像屏障的感觉。对啊。他能干嘛？是不是可以隔绝氧气之类的？我不知道。哦，因为我看它可以装在飞船上面的，蹲，它可以当护盾用吗？怎么没怪？哦，它这样设计的哦。怎么了？它有一个淋浴间，我把它挖掉之后，发现后面有一条通道。嗯，然后通道它就里面盖了一个类似那种通风管概念这样子，然后通到楼下。哦，隐藏道路。对，会是搬家公司。他其实真的有那个哎、欸，真的有，真的有在用。他不是随便弄的。对。啊，我要去拆那个大壳的。不愧是麦块最新版本。啊。哎、欸，出来了！我的飞船呢？我不，嗯，我竟然会被母龙，母龙，副杰龙吓到。我打一打，打一打，到底说 越跑越远啊，怎么突然往一个从往我这面前冲过来？最后，嗯，打肉肉，打肉肉，吃肉肉。忘记在里面了，嘿嘿嘿。哦，嗨，你好，你谁？氧气啊，氧气放这里好了啦。OK， 氧气瓶放这里好了。你这腐烂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做其他物资啊？它好像有东西可以做啊。有其他东西可以做，感觉肥料那些不是吗？嗯。哦，那我们肥料很多哎、欸。很多啊。欸、培养液是不是也用得到？还是没有，培养液就是我们种作物需要用到。对啊，对啊。生物染料，拉肚子，拉肚子的声音应该是这只怪物叫声吧？拉肚子的声音，对啊，这怪物叫声。可以飞下吗？工具炮台，不太会学。哦，那是拉肚子，那是拉肚子的声音。完了，护甲，断腿，断腿，这里没有绷带。B2 立场产生器，这里能量，这那权力之，嗯，是什么？香菇。好，该开回去了。我现在拆一个大炮台看看。我看看啊，需要维修吗？哎呦呀，看起来是不用维修，因为我有护盾。那这里还需要维修？啊，机枪炮台还没装回去。机枪。
里面收过吗？诶、欸，啊，我是撞到他了吗？对不起哦。哎呀呀呀呀！你怎么撞到人家、啊？是打那个龙啊，不然飞太快，我是直接撞到他，直接把雷撞死。好像没有死，但是他看好像有该了一下。激光炮台，挂号外星，我拆台看看。好。哦，血量很厚呢。有哎、欸，拆起来哦！对哦，直接一个炮台拆下来啊！对，哦，开光，安，哦，行，其实这个好像这家就可以做了、欸，只是我没有做而已。可以拆的，我们这只能用拆的啦。可以拿人家的，当然就是用拿的啊，还自己做。哦，我二十五等了，我可以做研究性的东西了吗？好夸张！炮塔，重型炮塔。小型飞船，小型飞船最高就二十等，就学全部学完了。嗯，飞船，基地也是二十。蓝图，主要是主力舰有多东西啦。对，他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炮塔、欸。嗯。大型发电。哦，我们可以做大型发电机了，是哟、哦。哦，陀螺仪更好的转向哦。他记得你现在陀螺仪是 T 1还是 T 2的、啊、？T 1、啊、大型飞机、大型飞船的，大型哦。哦，主力舰那边的，应该是 T 1的吧？哦、我可以学 T 2的放、欸、哦，他说效果是更好的转向。哦，离线立场保护。哦，我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前往下一个剧要攻略的地方了。好，好，等我一下，我把这堆肉拿回去。嗯，拿到一堆牛奶，还一只。哎、欸，不两只吗？汉堡好吃哦，肉汉堡哦，肉汉堡赞哦哦，赞、哦。嗯，啊，怎么另外一只不见了？小麦是不是长好了？是幼体还没？好吧，对、啊，是幼体。哎、欸，明明就打了两只，一只不见。那是什么？嗯。成长中，在搬家中，回家，正在搬家，搬空他们家，搬空别人家，看，不见，哦，好晕，好晕，突击步枪 T 2，机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通通是我的。产出十发，哇！你这样浮空也是厉害。这个产出一百，先切断。呜、哦！捡起！哦，捡起！哦，好爽啊！嘿嘿，火箭发射器，火箭发射器的话，子弹是用哪个、啊？小型火箭弹，小型火箭弹的话需要回力，一次可以产出六发，这么贵哦。全都要啊，全带回家。
好了，在家的要出发了吗？可以，我在船上了。好，我拿个汉堡，怎样？有人是被弹飞了。对啊，他这真的会自动飞、欸。还是我现在顺便改一下。好啊。绷带，再做一点绷带。嗯，你这不是已经浮空？哎、欸，是你？哎、欸，这样子还会弹飞吗？一跨麦，喂，这样会直接下来吗？没有没有，跳一下就好了。所以还是会卡在里面，因为我这样子的话，行啊，比原本的好，真的是你跳还不一定跳得出来。我再加一个东西，因为还要加一个护甲。这样嘞？哎、欸，你们跳得出来吗？我在你后面。哦，在我后面。中型步枪。哦，你是弹到后面去啊？对啊。来，我再试一次哦。你看到我？你看到我？我在头上，我在头上，我在头上，我在头上。哎、欸，这设计真的是，其实拆家很疗愈哎。人家拆别人家，欸、对呀、啊。护甲有办法修理吗？有啊，有啊，有修理站啊。我们修理站已经做了、啊，在医疗站旁边。医疗站对。哦。拆别人家致富，没错，没有题。医疗站旁边。这样子。所以要这样做就好了。那我这边就不放护盾吗？你可以像我一样盖一个那个啊，自己自护盾。哦，不是，我是要让那个乘客下来的地方。哦，乘客下来的地方，如果盖那样子的话，应该也下不来。所以我在想要怎么盖。嗯好了，它好像太多东西在空中，它反而不会降下来。哦，这样，繁星再唱看。好，左边呢、哦？两边，你现在是卡在里面啊？在哪边？我在左边。两侧都可以啊，两侧设计是差不多。哦，可以了，可以啊，按后就可以。因为如果我再加一个防护墙的话，你们好像就会卡在里面，所以就不能加防护墙。嗯，好吧，那就这样吧。驾驶座副驾被打爆就算了。副驾打爆，自己想要回来。对。那是不是要多带几个那个驾驶座的椅子在那个啊飞船上？哎、欸，好像需要哦。对啊，没关系，反正现在东西不会掉出来，不会喷装了，不会喷装啊。对，不会喷装了。那要不要开个防爆啊？如果可以的话也不错啊。如果可以的话就好了。可以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护盾了。好了，下来也不会砸死。好了，我要回去了。啊，我们要出发到下一个点了。好，还是先等你回来。我回去拿个东西就过去里面。好，那我们就先前往下一个点了。好，下一个点是这样。你们都上飞船了吗？有。好，看一下啊、哦，下一个点在哪？是不是也在我们星球另外一边啊？哦，好像是。对，他在对面哦。装备。没关系啊，那个下面在拆完那个，这其实下面资源没什么，就只是建材而已。嗯。
那我们往这个方向去的话，是找一个陆地点吧。我觉得先找离他最远的那个陆地点。我们先飞到附近看看吧，看看他的基地在哪里，因为我们目前只看到一个基地而已。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基地。在别人台不能留言啊，小心是不是你犯了什么错，被编掉了？他是开那个啊，订阅者模式啊，会员应该是没有吧？影院应该是没开吧？我没有啊，谁啊？嗯，应该是被编掉了，别的台被编啊，应该是吧？嗯。他名下来。我在看刚刚是有没有人、有没有人被 ban 哦哦，嗯，没到他们的领域。哇，这边看起来很漂亮哎，这个水很漂亮呢。对啊，哦，这是谁的飞船啊？嗯。或者是飞在空中飘着啊？哎、没事。我们现在有个飞船在空中飘着，我们自己的吗？对，是我的飞船吗？好像是。哎、可是我刚好停下来。哎、我们进到他们的范围了。对。哦。刚好在山的另外一边，在水上游。我们要坐海底通道过去，是不是？应该没有要这么刺激吧？那怎么过去？陆地上填路过去吗？我在想，它另外一边能不能够过去？哎、只有一台哎、你走啊走啊！就它只有一个城堡，从那开炮就是。我觉得你先离它最远的那个岸上。好，我先过去看看。个人吗？没有，不是这样，是不是什么在发光？维修？可以。看来是没事哦。有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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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坏人。有敌人哦！哦，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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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阿娇西，好多哦！啊，这蛮多的。找你们喽！啊，抱歉。我们两个要先下来吗？还是打完了他打完了？我先射吧，我先射吧。我这飞船上比较安全啊。在哪里 ？Miss。这里哦，飞向太阳，浩瀚无垠。太阳好亮。这边还有吗？右边海滩上有一，真是要再过去一点而已。哦，那个是什么？会有牛奶的那只。对对对对。哦、这个你弄得我好乱啊！他说我在音乐台不能留言，然后后面又说，可是没有啊，我还是可以公开留言。啊？啊？哦，好多哦，哎、好多哦，好多。右边海滩上。哦，开狙啊！哇，你不找个掩体哦？射程不够，你搞得我好乱啊！反正就是记得看台规，小心不要犯规，记得尊重、包容、友善，友善包容，记得要抖内。哦，你是不是在？我这边没有啦。我这边也可以。练财练钱，大家都可以。你喜欢哪一个？谁不爱钱啊？拜托。对啊，这对啊，这最近电费有点可怕。电费哎，电哦，没有。电，你们电费多少？你听到你会吓死。真的吓死。六位数。真的吓死。六位数了，
六位数太厉害，六位数太可怕了啦，六位数搬家了不住了。哦，所以你那边有人在偷电？哎，我数快到了。那个是你哦？没有，快到了，没有，他们没有炮台打我哎。对啊，那台是你耶。对啊。啊，哈基，我们可以靠近吗？哈基在降落了啊，那个哈基，哎，白痴，有炮台射，有在射啊，开射，开射，骗子！哦，我看火箭了，他没射我，的确没射我啊。400米，你们靠比较近。哎呦，无人机要过来，哎呦，无人机要过来哦。我好难过。无人机在那边，那边，那边，这一只吗？这一把，这一把吗？我要开打！来来来来，树上，在树上！跑啊跑啊跑啊跑！是是是，还有两台，还有两台。是啊，哦，他那个炮塔会老师啊，是不是有个在树后面啊？我刚刚死前有看到三台的样子，有三台都死了，三台都死了。哎，还有一台，还有一台哦，还有一台，还有一台。那台有没有垮掉？哦，看到了，百哎，够了哦！你们不要太靠近，他们好像死。是是是，300米，300米。我越死越近啊，怎么办？我要挖，我要挖洞过去了，我要挖洞过去了。开挖，开挖，开挖！挖洞模式开启，挖洞模式开启。啊，我做个记号，让你知道洞在哪里啊。哈哎，繁星，再继续看看，会不会被打、啊？我死了、啊，我一直被死，我一直死，我一直死，我一直死。啊，我也想活啊。是你上次那个吗？对啊，上次那个。仇恨值打到这边来了、啊我上次已经死回来了啦。好，你们看到一个石柱洞在旁边哈。有是复活错地方了、啊、白痴。好几台，好几台无人机起飞咯。我挖洞啦，我开挖啦。好好挖挖挖。你接近星球里、哦、白痴哦。怎么了？不用用到逃生舱了啦。哦。他忘了要不要先开我的飞船去接一下。来啦、啊哦！没有开阿旺的过去也可以啊。哦，也可以啊。好、哦。我的就没有护盾什么的，就是啊，爆掉就算了。也是啊，爆掉就算了，反正。要去开那个大飞机过来，再做就我吗？好啊。我们的战舰吗？对，你开蓝蓝白托，可以至少可以有复活点。啊、哦，也是、啊。还有一流战。为什么要穿墙啊 ？Excuse me。我看他的炮台在穿地面打陨月，他射下来，可是他射不到我们啦、啊。白痴，上面进来了。哎、欸，这上面那个，哎、欸，等一下，东西全不见了。啊？点不是全不见，都变成新手了。啊、你对，你是新账号。对啊，没事、啊，家里什么都可以做，没事没事。说的也是，家里什么都有、啊。你有办法再选回原本的角色吗？感觉是新账号应该是不行。对啊，嗯，没事。无人机他们两个在瞄你，他不瞄我不过来。我们在瞄，他在瞄地下的吗？装备，里面还有100多公尺哦。我直接看地图上到那个红色的小指标应该就是可以了，因为你用那个扫描器可以看得到他们基地的位置。右上角小地图其实也看得到啦。再敢靠近你！你现在是在往下了。好，我要测看看他的攻击距离的。现在350，没事。我们在他基地里。没有啦，他等级还在啦。为什么角色就变新的？到 IKEA 了。300米，进入300米了。好，被射了吗？没事，300米没事。欸，搞不好你才是透明人呢、欸，要不要试试看？280，270。哦，270，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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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大，极限大！等一下，我的炮，你看我挖这么深哦，隐月，我不知道、啊，好像快出去了，对，感觉快到地表了，我的麻药剂爆掉了，你麻药剂爆了，爆掉了，对，哎、欸，到地表了，我们现在到地表了，我的麻药剂核心什么的都没了，我的那个坐驾驶舱也爆了，哇！那么凶哦！啊，人来了，人来了，人来了！啊，我应该刚先放东西在家里才对啊！全曝光啊！后面他项目前面打到后面的那个资源点，资源仓哦，所以你资源仓还留着，还资源还在就对了。对，但是他如果他继续射的话，他还会在，他在鞭尸吗？不确定。主力舰在附近了吗？
还没，我刚到家，等一下哦。他们好像有盾呢、欸。我、哦、等一下，有哎、欸，他们的基地有护盾呢、欸。啊啊啊！哎呀哎呀，怎样？是怎样？是怎样？哦，我被射了，谁射我？哎呦呀！不能再出去了，阿翁不能再出去了。你看，我们靠他们基地的头上有一个蓝色炮塔。哦嗨，你好。哎呦呀，那不能打哎、欸，因为有好像有盾。你知道我还有个东西，炸弹啊。嗯。要炸炸。我要开炸了，我要直接从墙壁炸开了。好好好。谁在射我啦？这个墙有在射，在射，在射。哦，这个墙2000呢、欸。哦。原来无人机东西也不算烂哎、欸，哪里啊？在这里，空的电圈哎、欸。我来找他有没有比较脆弱的位置。感觉地板都是差不多的血量呢、欸。2000，2000。这个炸一下有扣血吗？炸一下好像没扣血、欸。哦，不好意思。哎呦，他这个应该也是有盾吧？你拿枪打他们的那个基地，他都有一个紫色的光。哦、嗯，有。对啊，所以这个应该就打不穿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到他们才行。可能是。哦。在挖壕沟。线圈，通的线圈，好棒哦！他们材料其实。我这边一直等那个无人机过来，我可以一直刷材料哎、欸。哦，一下我的飞船。哦，不行啊！没事没事没事，无人机打掉了。哪一次？飞船好像都很难打。要找到他的门啊，我们找到他的门。我。嗯，你怎么了？还行吗？我想要把我飞船先把它整个全拆掉了。好。真的是很，不要来射我了！哎、欸，他旁边四周都是炮塔、啊。对啊，他好像没有一个。正门在哪里啊？躲在树林里面是很贱哎、欸。弹药不足，拿你一块嘞。我帮他挖护城河了啦。我已经帮他挖一圈护城河了呢。啊。你有看到吗？哦、对，盖土挡子弹，聪明，你是天才。土、哎、不好挡哦。我们这边好像攻不进去，他们有一个。哦，他炮台转过来了。他炮台转过来，有点害怕。对。盖土吗？嗯。那土是有点叠金字塔的感觉。对，越叠越细。我跳进来了，我跳进来了，我跳进来了。你跳进去了？对，你在炮塔看，在炮塔看你会有延迟几秒，你剩下时候赶快跳到他基地底下就没事了。哦呦呦，我记得。哦，我的核心还在。可是他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拆？我看到拖鞋了，别太高兴哦。等一下啊、哦，我在挖谷了，在挖谷了。好像没有办法潜入的位置，是这个吗？你有东西？你在拆东西吗？没有，就有无人机，有无人机、哦，无人机掉下来了。哎、欸，他炮塔没有开枪哎，为什么？有吧？你看我头上这个是在看我的、啊，但是他没有动。你不会又是那个不会被打的状态吧？可是他有看我。看你不会打你啊，是啊，是吗？你看一下、啊，那我太好了，我把那个拖鞋盖过来了。好，我的麻药机整个烂掉了，这打不了呢、欸。要熄火吗？你的飞船电力要熄火。他这都有护盾啊，拆不掉啊。他也没有地方可以进去呢。哎、欸，哈基，哎、欸，你飞船要熄火吗？不要。好，能不能看打到上面的有核心的地方啊？上面有没有核心啊？
买了吉尔带了，这个全拆掉了。他都没有任何聊死。我们在里面绕两三圈，没看到什么东西耶、欸。很邪、欸。啊！刚那个大炮台可不可以放拖鞋上？它不是基地的东西吗？对，它是基地的，不行啊！可安装在基地，但是大型建造不行。哦。欸、可是我们刚刚也没有找到像大门一样的东西。对啊，我们刚刚就沿着边边绕一圈了啊，没看到啊。它有按钮之类的吗？好了，我要直接走这上面。这在看，用打我啊？还是这个东西是护盾啊？可是，欸、这是应该是侦察器。哦，有有有，会被打了。好晕哦。对，还是他的切入点该不会是像他正上发现 OK 吗？要不要我去帮忙驾驶？不是不是不是，因为 你懂吗？因为上去会变斜的。好，你来你来你来、欸、所以反正现在是开我的飞船，不是我开主主力舰、哦、我来了，觉得想要死回去然后从正上方、欸，你把原来台开远一点好了，这种三，因为目前感觉，因为它好像就是上方跟下方有一个角度，它是打不到的。嗯，你说你要直接往它中间那边冲过去吗？就这，从正上方往下。OK， 讲完了。你在炸啊？我炸炸看，我的炸弹。像无声的那个烟火一样，直接砰不见了，被吞掉了。对，那我就自杀回家试试看啊。嗯，打我啊！打我才秒你。好，回家。砰，又不见了。天线，这是天线，天线装饰，天线装饰，天线装饰啊！嗯嗯，在主力舰重生了、哦。对啊，主力舰不是在旁边而已吗？还好吧。对啊，不是啊，我要他想回家，他想回家。哦，哇，现在回家只能那个了吧？要那个，就跟我刚刚一样啊，只是你身上东西。哦，那你先存在那个啊，存在箱子里啊，再重来啊。哦，好像也是哈。啊，可是等级呢？还在啊，你按 B 看一下我等级还在啊。哦，安心。哎、欸，可以来帮我搬东西吗？来了来了，帮你捡什么？头上这些吗？这两个东西把我搬回去主力间。我靠！来来来来，我拿我拿。刚刚已经只剩一半了，然后那两个还有那个装东西的没有被打掉。嗯，还好啦，真的还好，还行。我把衣服也拔下来，衣服不会不见。哦，衣服不会哈。对，他好像最后把你剩很低吧，还是因为我刚被打爆了。我要来去死了，敌人在哪里？打我啊！我这样子能不能把他子弹消耗到没有啊？欸、因为他现在一直打我，然后一直从我头上削过去，打到地板。我，嗯，哈基，这个是你的飞船啊？对，我知道，没有，他原本剩一半，然后我把它拆了。你知道，我看就是这边还有气流，对，还有沙尘暴。我现在就留核心跟这两个而已了，其他已经拆掉了。所以我要先重生在上面。嗯，选最后一个。好，来了。啊，再一步就好了。哎、欸，你可以拆掉了。好，这个核心。我在想，你们现在可能可以靠近。可能吗？你说子弹被你射完了。因为三个炮台在瞄我，然后他都打没有在打其他地方。好像跟守塔一样，优先射击最近敌人。对啊，然后我就在他们炮塔旁边。对，那我们换我们一接近，马上被打。
你这骗子！头皮有点凉，没有头皮有点热，要泡台子，子弹从我头上飞过去，很冷烫，烫头发喽。那我就在这里站着，看他什么时候射完子弹，我去上个厕所。应该是不会没啊！我要回到我们的 IKEA 啊！我被射了，我才刚拿起来。还好你没离开。嗯，我被炸死了，为什么？哦，它上面有一个有火箭。哦，有采光枪了。这是哪？这是哪里？哦哦，原来士兵啊，旁边有士兵啊，我被士兵射死的。好了，东西带回来了，麻油鸡正式凭空消失了，耶、yeah ！麻油鸡连骨头都不剩了，被吃得很干净。那个就估计是烧酒了。哎、欸，你吃烧酒鸡也会醉，对不对？我记得也会脸红。会啊，可是不会都是那种是到醉的话会胡言乱语什么的，脸红了。那个真的是这样的，一次突然大量酒精那才会。嗯，一口气干了吗？先飞过去，然后拿回我的东西。这是哪？这是哪？可是我的飞船没有盾哎、欸，好不安呢、喔。哦，救命！不要！你在哪音乐、哦？还在里面？我在基地附近重生。欢迎先回到拖鞋啊！到拖鞋好了。治疗站。虽然是东西全部都会在，只是角色变新的。不是没有、啊，你不要选最后一个，你选那个最近的治疗站。哦，最近的治疗站哦，在哪里？我现在在拖鞋里面了。哦，看有没有可以做我的主力舰，有个炮台之类的。我现在是不知道他那个怎么攻略他。有啦，有二十等，有那个激光炮台可以。把激光炮台。嗯，我再过去看看。需要测合金，可是我们没有这东西。家里好像可以做出一些些，对吗？还是隐约你用炸弹有办法炸起来？有没有？他刚刚射掉，好像砰一声而已，就这样子。对，他好像有一个什么盾。哦，立场。嗯，哇，那这怎么打？三个大型炮台只能放基地而已。等一下我来试试看，从他正上方。蒙西，你要当那个自杀炸弹客哦？就是因为他的炮塔是上方、下方没办法打。哦，所以你要趁他抬头的时候，赶快卡在他上面啊。就是之类，试试。有那么快吗？那他点才被打、啊，你就上方绕到三百。对啊。哦。对，然后可以试。靠靠靠靠！就发现他的炮台是往上。不，他不能往下而已，他只。他把那炮台垂直九十度往上打。我就哭啊妈的！基地里面有个地对空的。也不行啊！如果附近盖临时基地，它也只有300的射程啊。嗯，啊，对方也是300啊。对，对方也是300啊，那就一样打不到啊。对。我非常没有取音，没差啦，反正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坏掉了。麻油鸡都被他们基地吃掉了。哎呦，不是射我，怎么有火箭？到了、哦，火箭到了，到了，我拿个东西，把我身上的武器拿回来。我现在在他们基地边边了。哎、欸，所以他基地那边有那个机，就是小型飞船那个机枪的子弹吗？可以做啊，可以做，可以家里可以做。好，只是我们材料没有到很多，就是。我想说你的子弹还有剩，我就啊有，这边有剩，3000多发，还是地板有地方可以开门啊？我们刚刚都注意墙壁，没有注意到地板。
血量走上去吃掉了。麻油鸡被吃掉了。嗯。他这真是没地方可以爬哎、欸。好了，来，我来从正上方突破，能不能成功、哎、就不知道了。然后地表看你。400米，护盾是不是无限的？就也不知道他们护盾多少啊。那就是我们在地底下挖一个很大的区域，盖一个基地，然后从下面往上射。我知道了，只要盖一个，然后有燃料箱。好，我要从上方来了。好，我在看着你。是有点歪、哦、啊，直接解决。我要做之前哈基做的事情了。哈，就是挖洞，然后飞船开进去。好，哎、欸，加油！好像可以耶，可以哦，上方可以哦。对，我现在在距离他200。有人被打，你被打，你被打了！掉下来了，掉下来了！我刚刚掉下来了。没事，我没事，这驾驶舱有点力而已，没事。笑死！哇，他刚刚是多少发啊？救命啊！我刚看到好像射6发，然后再加2个火箭吧。有，我说我没死啊。看样子不不太行，这怎么攻略比较好啊？所以上方听到挖大的声音了。空降已经试过了，不行，我们阿旺已经亲身体验了，他已经自己试过了，对，然后被打了。他的炮塔的射速，哎、欸，可以绕吗？哎、欸，为什么他没有打我？哦，有了他就在勾引你，想骗你过去，你懂吗？他在等你这一句话。为什么没有打我？好，我来了。我左边的推进器爆开，我现在不会往右移动了。你只能横着飞了、欸，我左边的起落架也没了、欸。你确定你这个空间够吗？先挖大吧，然后等下看飞船多大，再扩吧。OK。马有基洛斯，来，正在想办法制造出来了，重建中。他一面都是炮击枪炮。他刚一炮我左侧。包括底下3个，哎、欸，4个推进去都爆开了，这是比较挑战他的极限。然后我的起落架也少了一只，要挑战人的底线啊！太恐怖了，讲人是讲人太好，不要以为他好欺负。你可以看，你看我飞船，然后我做个。我先去把我飞船开过来，看看这样够不够大。对啊，我蛮想问。哎、欸，啊，鱼要从底下，那我去把子弹拿给你。我那边有5000发吧。那是当做备用。好。反正我的飞船也爆的差不多了。哎、欸，不是啊，我刚刚看没有爆成这么惨，然后我进去出来又爆更惨，是怎么回事？我刚刚机头的灯还在的。你在哪里？怎么不见了？你在哪里？另外一面吗？在没有，就在那个拖鞋上，拖鞋上面了。我刚刚没有这么惨吧？嗯，哎、欸，所以我的飞船也停在拖鞋上了。对。啊，哎、欸，请问拖鞋上面怎么去？啊，就对，上面是不是好像？对啊，可以啊，
可以上去啊，那个啊，这里有啊，这里有路了，这里有路，后面有路，有路，哪里？白痴哦、喔，我这是，我以为这是核心嘞，白痴哦、喔，这台这台吗？核心会打开的，看起来两发火箭，我的左半边几乎都爆光了。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尴尬、啊，这到底怎么正确？应该怎么打？不知道。上边也不行，一下就等隐约。还行，这还行吗？还行，大小还行。我们看错是机车吗？怎么了？要、啊、不然你等下跑回来很麻烦欸。可是你好像有没有快要呢？有啊，我撞到，靠！哪里卡？哪里卡了？我帮你修。没有，现在前面要继续扩大哦。就前面原本是人走的路而已。啊、阿旺在笑我。你怎么笑人家哇？因为他骑车在我前面，但是他没有快到哪里去啊。来，再一次，再一次，来来来，准备。你看哦，这等一下哦，你等一下这一段路，你跑回去看是你耐力够还是我的摩托车的油多，哦，对不对？好像也是哦。对啊，就刚死过，摩托车要重做哎。哇，你在我前面的加固，加固再加固。嗯，声音什么声音？没事，上面刚肚子叫了一下。哦，你的肚子炸成了，你的肚子有点可怕，哈哈。泡面不够吃。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剩十六分钟，再点个广告，叫个宵夜。叫了，听到了，听到了，叫了，宵夜叫了，有宵夜在叫，宵夜在叫。是要吃什么宵夜嘞？我就把飞船开过来。好。好像有一点变了吗？有点小，行吗？行，鸡，麻油鸡。你今天没有出门啊？好啊，那晚上出门好了。对啊，运动一下嘛。有啊，附近有什么可以吃的啊？不知道啊、欸。藏寿司没了，寿司郎的那个。我们是藏寿司，可以去吃一兰啊。没有了，现在这个时间哪里哪有一兰？一兰有24小时，不是吗？哎、欸，你们有一兰一兰啊？没有吧？我没有一兰。白星的肚子里面有一条龙。啊！要叫叫叫叫！在我旁边才会听到这个声音。真的啊！啊很凶哎、欸！哟，烧麦天赋了，以前不错。可是我们附近没有一篮可以吃啊。对。没办法，只好临时盖了。我这边真的是，那台真的是爆到只剩一半。你知道我是那个驾驶舱被，从前面那个盾牌被打爆之后，就贯穿到驾驶舱被打爆、然后再贯穿到我的那个后面的放一些发电机什么被打光。哇，不是整台船都被穿过去了。哎、欸，那哈基，你要不要直接去用我那一艘啊？因为那艘还有一半。你是说直接把你那个加武器上去就好了吗？对对对对对。哎、欸，你要不要去？要开有，我来开，我来开船。你直接去改我那艘好了。哦，
像一只烤鸭这么好。哦，这是烤鸭，哦，烤鸭才好。那时候只想点个饼皮加他的甜面酱这样吃，没有想吃鸡，没有想吃鸭，没有想吃鸭咯，啊，个饼皮再配他的甜面酱，壮观了，啊，好快，不是有点卡，没办法，有时候会卡到边边，这很正常啦。到了，哎呦。可是不知道能不能把他的盾打掉，不知道哎，欸。现在里面有6000发子弹，死人哎！我开射了，可以马上挂包我附近哇，我吗？没有，还没扣，完全没扣，你知道？没有，我的那个声望值，它是只一直狂跳狂跳狂跳，现在已经-4000了。哦，没有啊，盾没有消，完全没消，你可以省下子弹了。他护盾没有消吗？完全没有，没应该说护盾消看不出来啦。耐久度还是2000啊？耐久度可能没办法，还不会消啦，啊。我想说把子弹射一射，能不能把他护盾全部射空？哦，觉得很难，试看看喽。跟上次一样，来找我们突破口啊。现在就是找不到突破口啊，没有门，又没有路，又没有地方可以进去。你大概留个2000发好了，我找一下。哎，欸，这边上去的。我觉得机枪声有点吵，我把声音关小一点。外星表示你们这些卑鄙的外星人，爽啊！白痴哦，喔！怎么？原来这边路是通的哦，我被炸死了。通的，旁边就是直接到那个基地边边啦。我想说回头看到一个好像人影的东西，就一个火箭飞过来。哦哦，好吧，好吧，啊，小心刚刚我死掉那个洞哦，刚有个巡逻在那边看哦。还要堵门了是不是？对，小心哦。你那个洞在哪里啊？哦，往上的。我要先把它填起来。对，先填起来。我想说找个正门看一下。对，好了。我现在已经-12000的声望值了。-12000，哇哦！那等下一波攻击会不会爆炸难啊？我不知道。他等下声望越高 越低，然后我们那个攻击他们越强。这我不知道，十几台战舰过来打我们家。他说：“你是不是打我们的哨塔？”哦，这哨塔很眼熟。哎呦，这台飞船很看起来有来我们哨塔过哦。梦在机，没有看到图过。是不是有人在看东西啦？没有人在看食物，是不是啊？是聊天室在讲说你可以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嘿嘿，哦，好好，不是你在看哦。没有，我们不是要出去吃吗？哦，对啊。只是有什么吃可以吃，不知道。不知道。可以骑摩托车出去晃晃。行啊。应该会超过-16000。哇，你还在射啊？我在射，我已经射了大概2000发子弹了。嚯，感觉射不穿呢，欸。射不穿啊！还是他就只能等之后做什么鬼套炮之类的东西啊？直接做轨道有这种东西吗？不知道啊，感觉应该有吧，不知道怎么打啊，打不穿呢，欸。对啊，没有，它底下没有破口。哎，等一下，有，知道了。那个？哇，可是它有盾呢，欸。什么？
要核心的东西。嗯，找到了。对，阿王的阿王的那边，这边这边，我来了，我来了。哎、欸，还是要用那种脉冲枪之类的、啊。他就要来试一下吗？哎、欸，你不是有脉冲枪？这个怎么想都不太可能。还有枪，我想你先过来，我给你，我拿给你。这个是什么啊？这是核心之类的东西吗？看起来也不太像啊。不知道。嗯，他自己在哪里啊？在拖鞋上。嗯，偷工减料，随便拿个方块来补。不要想太多。嗯，你想太多了。为什么他的盾可以这么强啊？整个基地都有啊。有人说，因为有人说那个上次我们经过那个小上海，那个还不错，闹吃的。我觉得你是要提里面这个东西的。哦，你说桥下那里吗？对，那时候我们有经过嘛，有看到那家，那时候还在考虑要不要吃。对，他们说那家还蛮好吃的，所以今天要再走过去吗？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这次如果走正前门过去的话，应该不会走太远啦、啊。看你啦。嗯。好了，我走出来了。等你发现粉丝在那边等，一群人。哦，那我们今天去吃别家好啊。那到底我们会不会去吃呢？到底会去别家呢？到底是吃小上海还是吃别家呢？哎，那边都跟宝可梦一样，每人一个地方。我找到终点，在这里。哈哈哈哈哈！气死死！还没盖好了，不要这样看出来像公厕。什么公厕？你讲话好难听，气死我！公厕什么公厕、啊？就很像厕所。我的那个哦，你可以要去箱子翻看看有没有那个子弹。子弹我身上不是有吗？不见了。是你放在飞船里？这里啊、哦，这边吗？弹23发，不刚那个吗？对啊，前面啊，前面啊，前面、啊，被你挖低了。哦，在这里啊，在这里，在这里，因为我想看看飞船打他吗？对啊，啊好戏。哎、欸，对啊，因为我们不是有那种陆上型的机器吗？啊、oh, ，对啊，他前面不是有钻孔机之类的？你说直接用钻的吗？好像不是不行啊。来吧，你看。没有没有，越看越像公车白痴，不是？不是我的问题哦。Oh, 而且这个才150滴血。要几千、两千、一千七，那很有可能是核心呢、欸。哎，好啊，试看。就把你打一打，核心没有哎、欸，不又没有了。很像，这很像那个什么，前十分钟没有伤害的那种感觉。嗯。不见了，来吧，脉冲枪，靠你了。来了，可是只有23发，23个弹夹了。没关系，我们射一发就知道它有没有效了。哦，来了，来，看起来是没效。没有，没有。看起来是没用，他
还是我回去看一下我们飞船目前能够用的最强的武器是什么来装来打看看。可以啊，好吧，我先回去。超难骑啊！我突破。找其他的。哦，我在隧道里面钻。好晕哦。上去的地方出来了，我出来了。我们要找的是有过后还有开的。我先回家一趟。好，好，哦，你知道我在你的飞船上吗？你在我的飞船上，真的假的？你怎么都掉上来的？在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是我刚才卡一下的时候，你跳上来的。没有没有没有，你很顺的过去，我就很顺的按了 F 就上来了。那你也蛮厉害的，直接抓得到。那可能是我刚才在回收摩托车的时候了。夸张，打不穿啊。对啊，气25分。好难过。怎么了？聊天室在讨论说，我到底是男厕女厕还是性别的厕所？我男厕女厕、啊、哦，你说你那个东西啊、哦？他不是，他是飞机，他不是厕所。哎、欸，对我们飞船上面没有厕所。对啊，可能我们上太空看多久就是要憋多久吧。嗯，对啊，有憋住。对啊，例如我们上太空可能一年，我们就要憋一年，死掉了。这样膀胱会肿多大？玫瑰公园旁边的多加大王12点多，好、哦，你们就不吃那间了。好、哦，将来就我就不吃那间这样子。公园旁边那家12点多，上次看没开啊。你昨天看没开啊？光炮，等一下，这边太多人住在三重附近。你要光炮是不是？脉冲激光炮吗？我看一下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啊？你可以做脉冲激光炮啊。脉冲激光炮，我们现在可以做出子弹吗？哦，对耶，有子弹啊，有吧？家里的仓库好像有，应该是抢来。哎，这个那个刚刚那个找到的，哎。我们家要出事了，家被打，我们家打，家里被打，家里被打了。我先守一下家。啊好，我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去那个帮忙了。没事，你继续做你的，继续想一下今晚要吃什么。哎、欸，这从哪啊？爸，这是没看到红点呢、欸。哎、欸，我找一下，应该有一个可以切入。哎、有了。哦，三台、欸。还是他唯一可以切入的位置就是这个，欸、他是写火也是，就只有正上方。我在装子弹。啊，那我知道了。哦，火箭呢？拆了一台。你哦，我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啊？是我的，没事。好，我回收我。阿旺的有点太妙。这阿旺怎么了？你笑得很开心？没有啊，我就从旁边的地开始填啊。你要把它整回起来啊？我就填到上面看看会怎样好了。你要把它炮管的地方挡起来就对了。哦，好像哎，对，哎、欸，好像可以哦。对，可以撕开。脉冲，这是主力件，脉冲激光电池。加轮胎是不是？我们这变货车是吧 ？What the fuck？ 有轮胎吗？这样吗？没有轮胎的东西。哦，可以呀。可以把它凸起来啊。会穿墙吗？
没关系，我们就慢慢盖，我看会怎么样。看一下，我们多的是尸体，是不是？你该不会把人家基地之后变成一个乙丘吧？啊，不然怎么办？就我们有这个子弹，对不对？有，我们有磁鬼炮。OK， 好，赞哦。看一下这是等级多少的武器啊？王妙的声音啊、哦，这是做不出来的吗？直接对自己脚下填，不行啊，它会滑、啊，而且我只要滑出那个范围，我就会被揍啦、啊，所以我当然是这样子盖，我比较安全。磁鬼炮，电磁轨道炮的十七等的，那我就是离开这个柱子，我就死定了，好不好？等离子，我被打到，我被打到，我被打到，你看，你看，你看，观众负责，道歉。道歉哦，我知道怎么用了。玩出心得哎，你很猛。看，这样好、哦。小型飞船激光的电钻在哪里？刚好可以回来矿电池。激光要测合金。哦，你有找到电钻哦？在哪一个？没有，我要制作的话，我们需要测合金。哦，哦，啊，不是货车，它是厕所。对啊，这个是小型飞船的吧？小型飞船悬浮舰，对啊，可以啊，为什么？还是我要先关？关掉，哦，可以了，关掉可以了。好，阿信，哎、欸，我们准备出发。我来了，我来了，我拿吃的，我拿吃。夸张，电磁轨道炮弹夹。OK， 好。我们现在要用一个伤害2700的去打看看。来了，再不行我嘛没法多了。再不行，明天说。准备放毒。他这个整瓶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你这次有喝酒、哦，怎么有点晃，有点撞衫呢、啊？啊，开的没有很平，这样是吧？没事没事。真的觉得你有点顿，有点卡、欸。我每次飞都是这样顿顿卡卡的、欸，刚没有哎、欸，你刚刚没有吗？可是我飞回来的时候自己是有，哦、嗯，没事没事。对哈、哦，没有往下的哈、哦，小总飞不起来。怎么了？然后过去真的看到乙丘啊？不是的，我刚刚骑车，可是我人在车上面跑了。哇，你在干嘛？特技啊、哦！瞬间而已啦。那是脚踏车对不对？他是站在座椅上面跑、啊。我刚刚那个位置在哪？可是其实还好，知道怎么填，就重新弄也可以。哎，乙丘呢？某一个位置，啊，再上去一次。手动不是自动门哦，我的。哎、欸，你真的很像哎、欸！我看到哈基的飞船了。你现在在放、哦、放什么啊？它是厕所。厕所，对，真的蛮像的。哦，排水马达。不是。要放什么？我先改装一下哈。OK， 改谁的？不是我的哎、欸，不是你的啦，我的啦。
车没奇怪。嗯。哦。一根完。这个是我们目前可以拿到伤害最高的武器了。哦。货车给绕完，气死我！哦，还不能访问呢、欸。好，晚安。晚安，晚安，要睡觉的晚安，晚安。困啊！加固的，加固的。困难。什么？哎、欸，谁射我们？谁射我们？谁？我、哦、听到好几个枪的声音呢。他是不是在准备瞄我？够了吗？等一下，我还缺一个。谁？被偷袭了吗？不知道，我刚刚听到几声砰砰砰的声音啊！我下面是一堆那个外星虫。没有啦，是我啦。我啦，可是你看到外星虫，我想说，嗯，好吧，我还是讲出来好了。外星虫为什么会射拿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外星虫拿枪打的，后面是我们的炮台自动在射。好，对的。嗯，小心推进器。这有办法延伸出去吗？外星走喽！没有，我在射外星虫。好怕、哦！我快到上面了。两秒钟后到。我看到你在飙车了。哎呦！好，到了。好，走了。啊！可以。啊，这样子用。我那是要从上面哦。我们过头了，我们过头了。我吓到我了。他说动嘞。是不是头上会卡住啊？哦、oh. ，可以，开心。哦哦哦！他的管子会不会磨断掉、啊？受损！一直磨刀。高度哎，这是不行的，这不行。哎，这边太低了。哎，我下。我好像要炮轰了。笑。飞不起来当然正常啊，我现在还在调啊。嘿笑，飞太起来了，下来一点。哎呀呀呀，怎么往前了？往外。你怎么一直往前飞？往上飞，不要往上飞了，上来一点。好了。哎、欸，他那个整瓶到底有没有用？哎、欸，为什么突然有？我不知道，我到了。对啊，突然，哦呦，对我，他，这什么声音？再一次，跟放烟火一样，什么东西啦？哎、欸，这已经是2000多伤害的炮塔了、欸，打不到，打下去跟放烟火一样，砰，没了。好像有个结界在啊。哇！等，我快到上面了，再等我一下，我想个办法。哦，阿旺，你是用速叠的方式。
不知道怎么说哎、欸。好吧，我们现在只能靠上面看能不能拆掉他的护盾之类的了。嗯，不然是没办法。呀，你是从他边边挖出去的吗？王？哈？他不是雨月跟雨月讲应该比较熟，因为他不是有四个角吗？嗯。然后他不是你在那个四个角的柱子后面，他打不到。嗯，然后我就在那个脚的位置一直往上叠。哦，我刚死在这里。好的，就这边吧。哦，这边上有个脚。我怎么右边就变血了？我的 fuck！ 可是你这样子叠过去之前不是会被射吗？不会啊。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干嘛？我在打运兵船，上面有个运兵船。血量好多、哦。打运兵船血好厚、哦。无人机被打爆，为什么不能发布？像可以，快要可以了。你说我上去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干嘛。错，挖谷系统对啊，挖谷有用啊。哇、哦，那喷射的背包真的冲好慢。好吧，应该是真的塞住不能用了。快到了！哦，后面向上拆掉了。看到你的那个了，柱子吗？对。哦。这也能够挡住他吗？哦，不行，被射了。这样子应该可以吧？我放上面看呢。哦，有了有了有了！哦，没有下降，还没中。白痴哦！哎，嗯，怎么爆炸的声音？怎么方块爆开的声音？够咬我！方块爆开的声音。啊，我觉得到上面也没有很好哎、欸。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好，我好像看到他那个火箭发射的平台。哦，那个应该是可以平飞的吧？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石头慢慢的靠近他的炮塔？他要把他炮塔堵起来了。我在尝试。哦，我好像可以上来了。好，对，我这是大拖鞋上面的小拖鞋，没错。啊！我被射死了。哇，好像在上层了，但是有炮塔的好像已经对着我了。有啦，那个位置起落架都可以，还是可以上下，可以正常上下，可以，可以，这很可以。我要跳进去喽！啊，跳！谁在玩本啊？我在出去。然后这也有盾呢、啊。啊，我没有摩托车。好吧，找我们。哎、欸，那个箱子里有哪里？哪里的箱子？第二个箱子吧，左边出来第二个。左边出来第二个。哇，我是不是出不去了？我要回来把那块土拉上来，这样我就可以用那块土继续盖更多的东西。
装备。嗯。哇，我的护甲太烂了，我飞不起来了。哎，不会吧？怎么了？我出得去吗？哎呦呦呦！没有，我出来，没事。啊，这里太热了。好。美而美好像也可以。美而美，现在还有美而美吗？他说他只开晚上九点到早上六点。这个时间，早餐店开到早上六点，好神秘的。对啊。神秘，这样好像就可以。嘿，想要盖一个巨大斜坡，让你们直接走上来。要试试看吗？巨大的斜坡，再看他自己在盖什么。嗯。哦，你这就是那种烧酒鸡还是什么鸡，外面再包一层那个马西。不知道，我看到你里面的盒那个啊，飞机啊，它只是外面又包一层东西啊。填充，物价换一个，它不是纸包机。完了，晚这么晚，一直讲吃。完了，要不然我开着飞机回去拿东西。入口在那边。哦，我看到入口了。哪里？在上面。啊？哦。我盖一个斜坡给你们好了。我觉得可以。这要从上面攻略的哦。试试看。什么东西打我？有什么东西打我？直接包炮塔哦，很难呐、啊！啊，我正在包哎、欸，完了，下来了，一直按包了，赶快回去。没关系，至少我知道怎么上去了，那入口在哪里了？哇，这摩托车骑过来速度很快，骑回去超慢。当前位置重生，不知道会在哪里。附近啊，然后就被追杀，看你要选哪个。哎，我回来，没事，还行。啊、哦，我来盖一个斜坡。好，觉得吗？哦，痛。有办法铺平一点点吗？那现在在补石头是云月吗？我现在没在补啊。那是我。好，你要子弹吗？我有，我刚从拖鞋上面拿了六个。哦，那哦好，我没了。在我这，哎、欸，就这边想法铺一个斜坡上去，好就可以了。我需要。矿枪电池，
铺比较好，这样子下来。哎、欸，还是，那就是一段一段的爬楼梯，我没什么概念，还是你要试试看。哇哦，爬楼梯吗？哎，反正好像可以耶。嗯嗯，哇，十二点半啊。哎呦哎呦哎呦！我觉得隐约阿基，你们要不要来了？马上可以进去了哦，好像可以。哎呦，先从地道过来吧。出边了，等我一下，好东西放一放啊、哦。爬消波快，爬消波快真的很像。然后来走这边下去哦。没有没有，还要上去，还要上去，这边太斜。下，那我就拿个枪、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又三枪。上来。啊。啊，这太那。嗯。对，我激光步枪的东西跳到这里。哦，在我身上。这边。在哪？上面，上面。这里。哦。可以吗？哦，你在？好哇，你这么喜欢跑酷哦？不是哈、哦，就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啦。我能做什么我就这样子。然后这边我又这边繁星繁星，对，这个墙翻过去之后要直接往前靠到另外一个墙，不然会被打。那主力舰是什么？嗯，主力舰说我们的氧气在外星哦，燃料没了。哦，你要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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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这里好像有点危险，我把这边再挖一下。高还是挖高？没有，在这边就可以，这边就是安全的。喜欢掉。然后，你要看入口吗？哇，家里不开电，你没差啦。可是这边站的位置要很小心的、哦。被打了，被打了，被打了。哦，看到了，看到了，看你说的那边。还是我过去，然后把它填进去，不知道会不会死就死了。不要啊！我们这边没有燃料。哦，有有有有。啊，可以。啊，入口已经在眼前了。入口在眼前。对，在我们这边。你来了吗？啊，我在旁边啊。要找到那个吗？阿旺的那个。阿旺的斜坡嘛，这边啊，嗯，打到了，被死。来，你在哪里？我看到了，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这里。是哪边会打？这里。你们是洞在哪里啊？你有没有看那个方尖碑？你的拖鞋左前方吧，还是哪里？啊、我看到了，看到了。可以，对，过来。靠北啊。这个洞下来就摔断腿了。哦，对，一直往上走，往上走，往靠右上，靠右上，跳那个铁栅栏上面。对，铁栅栏再上去，铁栅栏。对，我再回，我再回，我再回。好。你们核心有拿吗？没有，核心在我身上。好，那个跳过去马上下去哦，不然会死哦。哎、欸，那里有个炮塔，隐约上面这边。你看我吗？我再回，我再回，等我一下，不要急。没有，你上来的话要马上到入口这边来啊，不然站在上面很容易被打。哦，对，这边就入口。哦，所以要想办法先降到这上面来，可是降下来，哦，很难啊。这也太难了吧！这是谁的？哦，太空船在这里。来，他记上来。
这里。好。哦，你把地基真的是挖开来了，又掏空了。里面没怪啊，是滑雪。下面有吧？我听到下面有怪的声音啊。哦，这怪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妙呢。哦，要走这边。可以追这里。得人，得人，这好像什么小偷。要快一点啊！这走这。好，往上爬。什么笑声啊？一回头看到这个已经被泥土包围了，这是乙秋嘞，被蚂蚁蛀坏了。哎呦！这里，对的，然后跳过铁栅，马上下去。好，你先。哈哈哈哈哈！救救！你，滑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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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这边，吓一跳！哦，下去喽！啊，走，开工！还是要上去看，我上去看一下好了。上面我看没东西啦。哦，这里没人。有人！他打人好痛！有炮台，有炮台！我直接被射死！哈基枪，枪要不要先给你？他们打不掉散弹枪，哈基，可是我没子弹啊！我身上好像也没散弹枪，我有！不是激光的，我没有。打不掉他打不掉。然后绕路。啊，物件的打不掉。那真的有尴尬对。还是我们下一次再攻略。好，对，不行。在哪？哪？下次攻略。对啊，他打不掉呢。因为他现在都有护盾保护着啊。对啊，我们就守在那边。在这边集合，下线。这边下线，那就等我回去，等我一下。好。哇，那护盾打不掉，那怎么办？对啊。这里可以用粘土，用土把它堵起来吧。你土要想把延伸下来，要延伸进来。对，那我们从外面开始接进来。解谜游戏。三十太累了吧？有人，他们有什么方式可以破那个盾？可能要找到他的电源，地上那个也拆掉之类的。哎呦，对，我们还是到洞里面好了，不要在那边。再复活的话，我怕下一次上线有怪。就上面的那个。平台的位置吧，白痴哦，搭电梯还看得到那个，对，会被打哦，那个会被打哦，不要停太久，我刚被 A 了两枪，他上来要快一点哦，好，有看到哈，有，这里吗？这里，白痴哦，地板那个也打不掉啊，白痴，我的天哪，还一直升着啦，换子弹，不行。我到最上层了，我要在拖鞋里面重生了，还是我们就重生在拖鞋里面了？我已经在基地旁边了，没事，我在这边就好了，撑住。我旁边就是他的运兵船啊，对啊，
你在打他的船了？对啊，他的运兵船在我旁边。打得掉哦，可以。对啊，他血量在慢慢透了。好悠闲。哦，可以捡他掉。抗毒药膏、机枪、重型武器升级、代金卡。嗯，我们再下线，这阵下线应该还好吧？对啊，应该是还行。好，大不了就在飞船里面出来而已、啊。对啊，大不了上一次上线死掉再重出来，对。对啊，反正不会喷东西嘛。好，好，耶，喷出。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啦、啊，感谢熬到这么晚的人。为什么越晚人越多？感谢感谢，但没有什么画面。好啦，感谢今晚收看，那各位晚安咯，拜拜拜拜拜拜，晚安。